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知道，今天是我们淡水大拜拜的夜巡哦。然后呢，晚上即将呢也来到了我们非常的压轴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呢都在等待我们清水祖师爷以及南蓬莱老祖的那个献港哦。那特别呢，在这边淡水啊，平安师在这里呢搭设的庆战红毯，在这边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共同要来恭迎圣驾哦。庆祝红毯哦，淡水平安师的执事代表手持清香恭迎圣驾莅临，同时呢也祈求关圣帝君护佑淡水平安师如下众弟子，大家都能够阖家平安健康，以及我们能够国泰民安心想事成，同时呢护佑我们现场所有的如下众弟子以及随行所有的信徒，以及今天来参与淡水大拜拜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大家都能够同沐神恩哦。现在呢我们也敬献上我们的礼品来给我们关圣帝君，祈求关圣帝君能够神恩浩大，能够永沐神恩。
恭送帝君，祈求帝君呢去留随恩，护佑我们现场所有的炉下众弟子哦，大家平安喜乐哦。谢谢，谢谢我，也谢谢我们教班会，所有辛苦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哦，谢谢你们。